反正回家的，反正回家的，母鸡不拉不能家回家，那这个该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么的，是老板的备注了吧？蛮好的嘛。OK， 阿妈了，过来吧的，要一个骨头刀了个，来吧的，过来 video 给我了个。要过行了，我不听不么？过行。等我们回来。